他们会说话，张嘴就高能。我是小十一，今日嘉宾宠爵豆腐块。如果他们会说话，谁是梨园隐藏大牛？在下乃丑角的脸谱，俗称豆腐块。虽豆腐常见，但在下的来历却不一般。约1300多年前，唐朝有一个皇帝唐玄宗。据记载，他设立了一个叫做梨园的皇家音乐机构。玄宗酷爱扮演，但堂堂一国之君岂能轻易让人发现，遂挂一块白玉在脸上，当作掩盖身份的马甲。这就是丑角豆腐块的来源。虽然，但是丑角爬在生大晋之后呀。哦，逍遥真是大胆。玄宗在上，九十梨园，吾很高贵，起香吾先坐，化妆吾先行。牛啊！别看我只是小小的丑角豆腐块，扮演的丑角人物可是从将相到乞丐无所不有。堂堂国舅竟是丑角，这合理吗？年龄平等，童叟无欺吗？来来来，客官里面坐。而且我还会变换大小，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。当我变得宽大时，说明这是个憨厚的老实人。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当我瘦瘦扁扁时，说明这个人奸诈，要当心呢。我就是无良欠贵的代表。当我躺在吴丑脸上时，一般比较小，这是为了突出他们行动灵敏，武艺高超。我先小试身手，到家去了。你这还文武双全呢。哈哈哈哈，撒撒谁来给我笑，给我闹，闷口豆腐块送快乐，立马到。这就是咱们梨园行隐藏大牛豆腐块，无论不管大小胖扁，必保您一见他就笑。